大家好，我是邵老师。首先感谢大家对于前一部影片《免费的专业手机摄影 App——Premagic Camera》的喜欢，受到大家热烈的回响，创下本频道开播以来最多观看的一部影片。在这次影片的内容，也加入了 iPhone 十五 Pro 在使用 Apple Log 色彩模式时相关的操作设定以及所遇到的问题。 还有在使用 b r a n d Magic Camera 拍摄 Apple Log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特别是 b r a n d Magic Camera 是专为 iPhone 15 Pro 所设计的摄影 App，是否能够弥补 iOS 内建摄影 App 在拍摄过程的不足，或者是能够提升 iPhone 15 Pro 的专业性？另外，就是老师最近开始跟 Studio A 教学中心合作，拍摄他们的会员线上课程。 所以在这次的影片中，所使用到的 iPhone 15 Pro Max 就是由他们所提供借给老师测试 Apple Log 色彩模式，让大家了解一下实际的使用状况。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次影片的内容喽。首先来看如何下载 Brainmagic Camera App。先在 iPhone 的 iOS 内点选开启 App Store，利用搜寻功能找到 Brainmagic Camera。 在说明资讯里面找到相容性项目，也就是你的 iPhone 手机是否能够安装 Brain、right、Magic Camera。如果你的 iPhone 手机可以使用 iOS 十六点零以上版本，以及内建 A 十二之后的处理晶片，也就是 iPhone 十 S 之后到现在的 iPhone 十五都可以安装。接下来在下方的语言资讯。 b r a n d Magic Camera 目前所支援的语言界面有日文、法文、简体中文、英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与韩文。如果要更改语言界面，就需要在下载安装之后才能够进行语言更改设定。在确认这些资讯之后，就点选右上方的云端下载。下载与安装完成之后，就按下打开。 在第一次使用 Brain Magic Camera 会出现需要授权使用的设定页面，主要是针对 iPhone 手机上的摄影镜头、麦克风、照片 App 的资料库以及档案储存位置这四个项目，都将这四个项目勾选允许使用，再按下最下方的继续，进入到 Brain Magic Camera 操作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的语言界面都是以预设的英文为主。 接着按下右下方的 Setting 设定，进入到设定页面，然后往下卷动到最下方的项目 Open Brain Magic Can Setting，点选开启 Brain Magic Can 的设定。实际上，这项设定是 iOS 设定里面 Brain Magic Can 的设定项目。点选下方偏好语言右侧箭头，进入到语言设定页面，在这边选择你想要的语言界面，比如说简体中文。选择完成之后。 回到 Brain Magic Camera App 就可以看到拍摄控制的提示文字以及设定页面里面的说明文字等都已经改成简体中文。如果想要恢复原本预设的语言界面，也就是英文，就是再回到 iOS 设定中的 Brain Magic Cam 语言设定改回英文，就可以恢复原本的语言界面。在这次的影片，老师借到了 iPhone 15 Pro Max。 所以就可以针对 Apple Log 色彩模式进行实际的测试与操作，来了解 Apple Log 色彩模式在 iPhone 15 Pro 手机上的使用状况。首先来使用 iOS 内建的相机 App 录影模式。如果要使用 Apple Log 色彩模式，就需要先到 iOS 设定内的相机设定，在这边先点选格式项目，在格式的页面中，一般的 iPhone 手机可以选择两种影片格式。 例如高效率，也就是 HEVC H 点二六五，主要是针对 HDR 影片格式为主；另外一个就是最香浓，也就是 a b c h 点二六四，主要是以 SDR 影片格式为主。如果要开启 Apple ProRes 专业影片格式，就要到下方 Apple ProRes 项目点选右侧开启，选择色彩模式就要点选下方的 ProRes 编码，进入到 ProRes 编码页面，除了 Apple Log 色彩模式之外。 也可以选择 HDR 与 SDR 的色彩空间。接下来回到桌面，然后点选启动相机 App。如果要拍摄影片，也就要选择录影模式。这时候可以看到左下方的 ProRes Log 功能文字是还没有被选用的状态，所以点选使用 ProRes 影片编码格式。接着点选左上方的解析度为 4K，因为格率还没有更改，所以是在每秒六十格的设定。 根据 iPhone 十五对于 ProRes 规格记录的限制，也就是 4K 六十格必须使用外部的储存磁碟设备，所以先按下警告视窗中的好，回到原本的设定，先将格率设定在每秒二十四格，再选择 ProRes Log 影片格式，就可以进入到 Apple Log 色彩模式。在荧幕的正上方可以看到内部储存容量可以提供多少的拍摄时间长度，因为是使用 Apple Log 色彩模式。 所以影片监看画面呈现平淡的亮度与色彩状态，也就是说，在相机 App 使用 Apple Log 色彩模式是不会套用 root 还原现场色彩状态。在相机的录影模式，手动控制项目并不多，可以控制的有镜头的更换与变焦的控制，也就是远近镜头的拍摄选择。在左侧中间有一个箭头，点选这个箭头就是延伸的控制功能。 相关的控制项目会出现在右侧，可以选择其中的亮度增益衰减处理。这个控制是需要使用者手动去做设定。拍摄完成之后，通常会透过 iOS 相片 app 来浏览拍摄的影片素材，所以 Apple Log 色彩模式在相片中的影片素材，一样也是呈现平淡的亮度与色彩状态。 如果你会使用 iOS iMovie 来编辑刚刚所拍摄的影片，在 iOS iMovie 是可以直接编辑 ProRes 影片规格。不过在选择要编辑的影片素材时，iMovie 的素材浏览区所看到的 Apple Log 影片素材还是呈现平淡的影片画面状态。在这边选取几个 Apple Log 影片片段，然后选择制作影片。 Apple Log 的影片片段在 iMovie 的计划案中会自动的套用 Root 还原现场色彩，但是在这一连串使用 iOS 相关的 App 来记录 Apple Log 的 ProRes 影片规格，的确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或许我们改用 Bramagic Camera 来看看是否有哪一些不一样的使用条件。相较于 iOS App 使用 ProRes 影片规格。 实际上就只有 ProRes 4HQ 的选择，但是在 b r a i m a g i c Camera 就有四种 ProRes 编码规格可以选择，另外也包括 HEVC 跟 H.264 这两种高压缩编码规格，总共有六种影片编码格式可以选择使用。在色彩空间选择方面 b r a i m a g i c Camera 提供比较完整而清楚的选项。 并没有限定在哪一个影片编码格式来使用，也多了数位电影所使用的 P3 D65 的色彩模式。选择 Apple Log 色彩模式之后，在拍摄模式下，点选在右上方的荧幕显示设定，在选项中选择套用 root 的色彩显示模式。使用者可以在这边开启或者是关闭 root 色彩显示设定，来决定拍摄时想要观看的影片色彩状态。 当然会建议大家在拍摄时开启录色色彩显示模式，这样会比较清楚知道拍摄过程的曝光与色彩状态。在这边提醒大家，第一次开启录色色彩显示之前，要先到设定的录色项目中的录色选择，去勾选想要使用的录色色彩模式，例如勾选在这边的 Apple Log to R17709 项目，要不然即使开启录色色彩显示设定。 还是会保持原本 Apple Log 平淡的显示条件。在 Brain Magic Camera 的每一颗镜头都有自己独立的变焦控制，也就是画面远近的放大缩小功能。但是，如果是使用广角镜头本身的变焦控制，会发现到放大到八倍之后，影片画面会变得相当粗糙，因为这颗镜头本身不具有望远变焦条件。 所以是在电子变焦放大之后的成像结果。如果选择 120mm 镜头变焦控制，可以从原本的光学五倍再放大到电子变焦的十五倍画面。这时候所看到的放大画面并没有变得粗糙，画面细节仍然能够保持清晰的状态。在 iOS 相机的录影模式，Apple Log 色彩模式只能使用在 ProRes 的编码。 在 HEVC 与 H.264 是无法选用，但是在 Bramagic Camera 选择 Apple Log 色彩模式是可以选择使用在 HEVC 与 H.264 这两个编码模式。这对于想要避免影片档案资料量过大，而不想要使用 ProRes 影片格式，采用 HEVC 或者是 H.264 编码记录成小资料量影片档案的使用者来说，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老师在这边也顺便做一个录影给大家看，同时将 Root 色彩模式关闭，来证明 b r a Magic Camera 可以在 Apple Log 色彩模式下使用 H-E-V-C 或是 H.264 来进行拍摄与记录。在前面的 iOS 照相的录影模式，如果选择 4K 六十格，就无法记录在内部的储存当中，必须使用外部的储存磁碟。 但是在 b r a Magic Camera 却意外的可以选择 4K 六十格，直接记录在 iPhone 十五 Pro Max 的内部储存当中。如果有需要透过 HDMI 输出影片讯号到其他的设备，像是监看荧幕或是录影设备，可以在设定中选择监看项目里面的 HDMI 输出选项。 如果想要输出干净的画面，也就是不带有拍摄荧幕的控制显示，就是在这个项目中选择干净的输出。在这次的测试中，老师有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对焦辅助这个项目，如果是使用色彩轮廓这个选项，在 Apple Log 的色彩模式下，即使开启 root 色彩显示，会几乎看不到色彩轮廓的对焦辅助状态，即使是红色的轮廓颜色。 解决的方法就是将对焦辅助改成峰值显示，对焦的峰值显示颜色是白色，反而就比较容易看出有对到焦的区域。对于 iPhone 15 Pro 使用 USB-C 作为新的连接界面，特别是外接外部的储存磁接设备，在苹果官网的资源网页有提供相关的要求与规格说明。 在资源说明中提到，就是外部储存设备要能够支援传输速率达到每秒两百二十 m e b t 在下方的说明，将 ProRes 档案录制到外部储存装置中，也有提到必须使用 APFS 或是 esfAT 这两个磁碟格式，以及使用传输速度至少每秒十 gigabit 的 USB 三连接线。 写入速度也是一样，要达到每秒两百二十 m e b t 否则就会出现录影速度过慢的警告视窗。在这边就示范给大家看，iPhone 十五 Pro Max 要如何透过 USB-C 使用外部储存设备，像是这个随身碟，在厂商的资讯说明有每秒九百五十 m e b t 的写入速度，也就符合苹果官方的规格需求。 接着就插入到 iPhone 十五 Pro Max 的 USB-C 插孔中，先使用相机 App，选择录影模式之后，再选择解析度到 4K，隔率到六十格，选择 ProRes Log 编码。因为所插入外部储存符合苹果要求的磁碟格式，就会在右侧出现 USB-C 的文字，就代表可以开始录制到外部储存设备当中。接着按下录影，就可以直接记录到外部的储存设备当中。 如果是使用 Brain Magic Camera App，需要先到设定当中选择媒体项目，选择储存影片到哪一个储存位置，在这边选择档案，然后在档案项目里面浏览储存设备，选择插入的外部磁碟设备名称，再回到摄影模式，在下方所显示的储存设备时间长度与容量提示，就会以外部储存设备的资讯来显示。 按下录影就可以记录到 USB-C 的外部储存设备当中。接下来的几项功能都是老师在使用 b r a n m a g e c a m e r a 过程中有发现到需要大家注意与建议使用的设定。比如说，如果不小心翻转手机成直视的时候，摄影监看屏幕的方向也会跟着改变成直视，这种状况可能会影响到影片拍摄档案的相关资讯记录。 所以这时候可以到设定中选择摄影机项目，将其中的锁定现在方向功能开启，再回到拍摄模式，就可以避免手机在拍摄时，即使翻转到直视，也会锁定操作界面在横视的显示状态。而这项功能如果在直视拍摄时锁定，就会固定在直视拍摄的操作界面方向。有时候在日光灯或是 LED 灯光之下拍摄时， 会遇到画面闪烁的状况，所以可以在设定的相机项目中选择避免闪烁在哪一个频率的快门设定，点选进去可以看到有五十赫兹跟六十赫兹的选项。在台湾的电源频率是六十赫兹，所以会建议大家选择六十赫兹的选项。在将 Apple Log 影片档案提供给剪辑软体使用时，会需要套用 Root 档案。 来还原原本的色彩显示，这时候可以从 Brainmagic Camera 输出 r o o t 档，案，加入到剪辑软体或是调光软体来使用。通常录制 Apple Log 都是以原本的 Log 画面状态录制成影片档案，但是如果想要直接套用 r o o t 档案的色彩条件，可以在 Brainmagic Camera 设定的 l o o t 项目中开启录制 r o o t 到影片片段的这项功能。 就可以在影片拍摄时直接套用 ROOT 录制成影片档案。这项功能开启之后，在监看画面左上角的 ROOT 图示就会变成红色，也就代表接下来录制的影片都会直接套用 ROOT 录制成影片档案。在媒体项目中，浏览刚刚拍摄完成的影片也会直接带有 ROOT 的色彩，不需要开启 ROOT 色彩显示功能。 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将这个已经套用 root 的影片档案输入到 f i n a l c u t Pro，就不需要再次套用 root 档案，否则在 f i n a l c u t Pro 就会呈现色彩过度饱和的状态，也就是属于不正常的色彩显示状态。将 iPhone 十五 Pro 的 Apple Log 影片档案输入到 f i n a l c u t Pro，可以将媒体输入视窗开启，这时候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影片都已经是套用 root 的色彩显示状态。 并非是 Apple Log 平淡的亮度与彩度的显示条件。如果想要知道哪些片段是 Apple Log 色彩模式，可以在媒体输入时装选择列表显示，在原始片段浏览区的上方栏位名称增加与开启色彩描述项目，就可以看到有哪些影片片段是带有 Apple Log 色彩模式。当输入这些 Apple Log 色彩模式的影片片段到 b a n a l c u Pro。 八 a r c p e r o 会透过这些影片的资讯资料叙述，也就是 metadata，直接套用 Apple Log 的 root 档案。这个部分可以透过在简约器的资讯当中的摄影机 root 项目，看到 Apple Log 的 root 套用状态。这个 Apple Log 是八 a r c p e r o 内建的 root 档案。如果想要套用来自 Brammagic Camera 的 Apple Log root 档案，可以点选这个栏位所出现的选单下方，选择加入制定的摄影机 root。 接着就会出现档案视窗，然后选择想要输入的 root 档案所在的路径位置，在输入之后，再次的选择刚所输入的自定 root 档案，就可以套用来自 Brainmagic Camera Apple Log 转换成 i7709 色彩空间的 root 档案。当然，这个 i7709 的 root 跟八 c n d Pro 内建的 Apple Log 所呈现的色彩空间并不相同。这时候可以开启视讯仪表。 在视讯仪表区域的左上方看到相关的资讯，也就是说 a n Car Pro 的 Apple Log、er、是属于 IC 2020 PQ 的 HDR 色彩空间。在分享输出的部分，如果要采取同样的 IC 2020 PQ HDR 色彩空间，在输出的影片编码就需要选择 HEVC 10b 的项目，所输出的影片色彩空间才会是 IC 2020 PQ 的条件。 对于这次影片的内容，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处提出询问与说明，跟老师一起讨论。谢谢大家。